那部队他就要找更高级的，就我们低一点的，给你低一点的更强的介绍。啊，低一点不低。哎呦，你这个要求也蛮高的。我这怎么高嘛？要求你得10000块钱。你潜力股。对啊，潜力股。五十五分。潜力股是不限的。上海，你说女孩子拿个10000块钱不算高吗？不，那是拿上海的，因为最高的一个月拿3000块钱。那5000块钱不是最少的，你男人这个条件，要女人这条件。当保安的，我这样靠我们的专业，像我们这样管道，然后来编造一下，还有坚持嘛，对吧？做保安，当班长。从小的梦想就是做一名保安，保小区平安。一个女孩子啊，条件很好，家里三套房子，但她本人是有点残疾的。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做上门女婿呗。对啊，如果那天就应该做上门。你要想接受别人的物质条件，那肯定你要接受别人的缺陷。就是男的女的都一样，要想探出别人的这个物质条件，也要接受人家更大的缺陷，是吧？那你有些女孩子说我要找什么，找那个有钱的，是吧？那你有钱的，他要不然年纪比大了10几20岁。我直接输给你，直接输给你就行。中国的，中国公司，看人家那个名校毕业的，美国加州大学。每个人都有人是吧？我是。但我只想着职业，我们有。企业怎么家家都有企业啊？你是什么企业？我们种资产投资的总直销。但你就没必要来这里找一些。我是去年3月份来这里过，是我应征的。哦，还没有。你在那种什么？那种叫什么？合作伙伴，家里面有女的，去问一下。联姻，搞联姻啊。他不是在这儿。哦，这你哪有联姻的？这里很多过来许愿的。